来吧。血还蛮硬的，哎，出乎我意料。刀光还蛮符合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就说了，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不要有人这边造谣干嘛的。神魔之塔，你找得到几间公司可以像他这样对玩家的？你懂吗？有几家公司能够像他这样做？对啊，我说你今天要抽奖什么的，看你去问别的游戏公司，他会跟你唧唧歪歪的说啊，我这样怕什么不公平啊，有玩家什么啦，干，啊嘛凹东西就来送给观众啊，有什么公不公平？我送抽的又不是直接送给我自己他妈的什么的，对啊，就算我要送好了啦，我送也是送给支持神魔之塔的玩家啦，啊你公平啊？啊你又不支持，你要人家送你东西，啊你就是干伸手牌啊。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叫人家什么都给你啊，然后游戏就觉得玩游戏就是要玩免费啦。你们听过免费是最贵的这句话？对啊，就啊应该要免费什么的，你要做游戏公司不用花钱，要叫实况组什么工商不能接啊干，什么不能接工商啊，什么啊工商啊巨刊啊什么的，我讲什么干话？真的要把我们饿死这酸民哦，这是无极限。我是无法理解酸民的逻辑啊，我真的不理解啊，对吧？有人说仇富啊，我觉得有些酸民他会仇富。我跟你讲，我不是什么有钱人啊，但是我从来不会去仇富啊，因为我觉得啊，我今天会去仇富，代表只是说我只是凸显我自己能力不足，对人家有钱我嫉妒啊，那个叫仇富啊。我的认知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对吧？结果人家有钱爱到你哦，莫名其妙。那你觉得人家钱很多，你觉得你会嫉妒干嘛？你不会多赚一些钱就好了，对吧？那人家捐钱那边唧唧歪歪的，干那个逻辑真是神逻辑。要走什么人？现在有大量女玩家来玩，找不到什么，经常人打吧？我不知道今天做今天被两个正妹挤在中间超爽，靠腰，嘿来来，我理解，可能你常来看百姓台有那个帅度了，我在猜啦，就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帅劲就出来了。说去看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的支持，对啊，他就是看你他有支持者，你看你红或者干嘛什么的。说这个讲句难听一点啊，敢说红，我红吗？要讲红。阿红吧，小许吧，对啊，那个才叫红吧，对啊，连我这种咖，你他妈都在嫉妒了，我真是觉得你行不行啊？真的是，我这种咖，你也可以嫉妒啊？所以代表你比我差是不是？对、啊，我他妈我号称全神魔之塔转出最烂的实况组你能够嫉妒到我身上来了，我干，那我真是佩服了，你的转出应该是啊，这是应该是蛮厉害的哦。对吧？我这样讲应该有道理吧？应该有道理吧？好像不能开这个啊，随便了。好像血比较多一样，好像也不是说很强。而血豆我就搞得我有点难打。刚问到麒麟招一堆啊，麒麟一只猫咪咪，麒麟再招一堆啊。就这样吧。对啊，我讲真的，你去嫉妒一个转租这么烂的实况组，我也是佩服你啊。有什么好嫉妒啊？我赤兔马是不是？因为我是赤兔马。咩？哦喽喽喽 ，K。
哦。两条血，花子狗狗啊！应该不会有事吧 ？OK 啦 ，OK 啦。啊，那我故意的啦！那我在做节目效果啦。有啦，我有看到啦，追关复活嘛，我栽啦，我故意的，我故意的。这一看就知道是故意的，怎么可能啦、啊？天哪！打过了啦！哇 ，OK 了，没问题啦，没问题啦！哇，这很简单的关卡，送分关啦、啊，送分关啦、啊。过来过来 ，KO！ 怎么可能欺诈了？我在做节目效果了，对不对？小秘密对不对？哥哥是不是在做节目效果？对不对？啊，是不是？对啊，黑子龙哥就拍戏一面，有啊，我看到演戏啊，我那水壶太多了，不然我把他找演戏拍照的，我会边啊找对用欧三老师哎、欸，靠腰哎、欸。硬要去拍是可能可以的，可是就不好意思，算了，对吧？搞不好人家水浒人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